武装的程度，就刚讲那些啊，就那些啊，很多了吧？还是你要再多？不要，太少了，不够打，不够去打。你们三个不要等一下一下场就爆了，我跟你们讲。没问题。对，没问题。就是不。载具爆了，有的重生吗？你现在是载具爆了，可能好几台备用。会，但是我不会赌一样，我就不同的载具都拿出来让我们玩看。随机抽，有啦，拿个盒子给他随机抽。盲盒，对。T 六，然后抽到摩托车也 OK。有报应。我说女仆，你不是说有新怪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小赖，我打算在那个特殊任务上放出来。我觉得这 VX 太直接，太多惊喜了。好，我们无限，那我是好奇，我先练几瓶，要分吗？ Okay, 33，对，你在那个 Spatial Infects。33里面找一个叫歌利亚 ，G 开头的。啊 ，Special Effect 里面有新的。你们带一次吧。对对对。吃一瓶就好了。拿一个阵营的 Special Effect。小赖小队的。红蓝绿都有无线电33一瓶，然后是打电话可以的，还是那个不是额外装新装那个僵尸魔？你说无线电二瓶吗 ？WBK 的，没有东西。好。他在哪一类 ？Special Effect 蓝绿测试。有啊，我是在 Special Effect。总共就六个，一直以来都是这六个。还是伺服器模组没更新。Jack， 说，上个哎，闪亮，没事。那个无线电调味品。不知道我们大家出发点在哪？上个无线电调味品。有，你摸旗杆过去有载具。闪亮无线电。起点在。他上个呢。09702。97。雨林我要穿的像恐怖服。那个我在一直帮我编嘛。要，真的帅。八测试，一四八测试，超帅。好帅。Kevin 是步枪兵吗？OK， 然后券也是券是医疗。你想看我以前有没有？我先念你刚有。你是米奇不妙物。布比尔是机枪。妈的，都不妙。这一次把我全丢了，干嘛？去买我菜。那券帮我加黄土，剩下帮我装。准备好就可以过去了。比赛为什么发出耳鸣叫？我们可以出发了。伸个懒腰。去去去！啊，因为我在玩嘛。啊，但是他的那个一波，我们那个远方的建筑啊，据说它是大概500米，好像。汤米，你帮我加红组，然后等一下我倒地换你接手。比较开车。然后红组给你带，如果等一下我们要肃清房子，你带他们去肃清。啊？这车怎么分配？好帅！好帅！好帅 Kilolo 一车，然后那个小莱二车，然后我的小队应该二车的。对，我小队二车。哎，小莱，我们这组二车。可能你都看到前面是怎样？哪一个小队的？不要，我问你的33。看到最前面啊，我33。等一下，这是二车，哎，靠背。你说假的，我问你33多少？33是一瓶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在 Kilolo 那一车下车，我们开另外一台。那个 Tank， 请问那个车队排序位置是那个我们一车就是头车位是这样吗？哎，小赖我可以回去调个东西。这个意思对吗？我的画面会被挡住，会被那个背景挡住，稍稍。OK。这是小赖，我们任务那个我们小组有人武器有问题，他回去调一下，要稍等一下。好，稍稍。等一下车次哈，那个 BM 主战一车，然后 Kilolo 二车，然后小赖三车。对，到后面会挡住。对，稍稍。武器配件有问题的，现在回去换哦。不是那个，在后面。野战手册最下面有说你的会被 RPG 7V3 的 types， 那你的数据会被 switch。那个坦克度需要怎么走？
不一样，但它那个弹出点是不一样。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可以用位。我们三车等一下，因为有些队员他们的瞄具好像会卡住。检查一下，有些瞄具好像会卡在头盔那边哦。天哥，这边是假车一四八询问路线哦。你有看到那个地图上一个黑箭头吗？我们这一组全部都回来了哈。OK， 对，前面转个圈。这是装甲回报没有？前面转个圈。我最近在潜人阵地。我重画了有吗？我这里。确认。那个确认一下，你是不是用到小队频道的？嗯，还有可以出发的说一声。中华民国边团灭亡。这边是小赖组，我们已经都好了，可以出发。我被到黑箭头了，你确认到黑箭头。OK。好，车队沿着黑箭筒行进，黑箭头行进，那一条路就直直开到底，那直到开到地图的交叉路一个 OBJ1， 然后在那边先hold 住一下，确认一下安全，我们再继续往前。叫什么？钢铁雄心的游戏。没看得出来，因为你这次小赖已经可以出发了，我们都好了。玩到电音的。各小队都准备好了哈。我也先准备好了。啊，那车队可以出发了。我现在讲话还会电音吗？就比较慢是吗？那个 tank 的热车，我们要询问，我要带那个 OBJ 后的要下车。确认，那个等下到 OBJ one 的时候呢，主站麻烦帮我盯着正前方道路，然后二三车的人员下车，稍微往那个左侧的道路那边前进，确认那个交叉路口安全之后。战车再往回，继续往前推。那个步兵是否要抛弃那个我们的车辆？这个等下再决定。停车！地雷！停车！这一车回报有地雷。超收，有办法诱爆吗？我们炮手说尝试诱爆。光弹西侧265方位，265方位。西方发现敌火。260方位发现接敌，西方。是否要下车？人员下车。全下车。车子往后移，站开。等下人员下车之后，移到后面。下车。天哥这边是假设回报，树林只有少数敌方步兵。超手，你的战车有热血吗？有，我们看得到，少数而已。好，超手。给你派少量步兵进去清。这一支 Hunter IR 回报那个。这支老炮也可以。目前看到大概只有六个人，他正要从道路的。你们那队在三坪哦，你们那队不在我这里。在我们甲车目前位置的272方向附近。AD 手就解决掉了。
要到六个坦克，主要到六个坦克。好像要点战敌人战车打击哦。到何位置出现那个？方位243。救火。左甲车中前中。西北面步兵群有狙那个反坦克手。敌方甲车已摧毁。康德艾尔回报，西北方大概只有五个人的步兵班正在朝我们靠近中。撤收。甲车280方位有那个敌步兵靠近。撤收。刘二老，你的小队员也稍微往前推进。听着，我们直接持续往 WN 方向推进。好，收收。遭遇那个交火吗？好，驾车停，驾车停。小赖，人员上车。要走，把你的车也往前开，开到你的掩体后面。放松。等下人员准备上车齁。好 ，kill 你的人员上车。这是小赖，我们这组全员上车。把车子往前来接我吧。OK， 小队已上车了。驾驶原本是谁？衣服。车辆准备出发。好，去啊！车队前进，车队前进。啊，我的那个小队就是雷女仆还有马修那个33跳三平。女仆，你们我记得讲，我跟你们说。收到，收到，三平无线电测试。有，在你后面。我把后面还有那个后继证。后期之类的东西。哎呦，地震！有地震！大屏东这样震晃一下。不大不小。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大不小，就是让你感觉到就是有没有伤害。了解。就是意大利手手没有伤害的感觉。你们遭到攻击吗？敌方装甲，敌方装甲，我们在接战。总棚内，总射速筒内。人员下车。车子早点闭，车子早点闭。哎，确认。就不做了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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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蓝光那装甲解决了吗？可以继续走，可以继续走。炮台被我们摧毁了，我把它摧毁掉。没有没有，他炮台被我们击毁，被我们那个打坏了。好，走啊，圈圈上山。他在树丛内，我们要追吗？ Yeah. 不追，坏了就不追了。不要跟他道路走吧。啊，车队上人员上车，继续前进。啊！哇，怎么变裸体了？变裸体了吗？上车。对啊，我的衣服不见了。哎，小赖，我们这组出了一点问题，刚刚在车上医疗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有人被扒光了。就我也没办法咯，就先继续打啊，先继续打、啊。上车，快，我们要赶快去前线。车上有一件衣服是谁的？干！好，走，那是背包吧？跟上，是背包，那是背包。背包。对，我看到一个 Ukrainian Special Force 第三把呢，第三个。哦。啊，原来那是我的。医疗就医疗，把衣服脱了。坦克，前方坦克跟敌军反装甲单位在交战中。那有了，有了。我干上了。好的。人员下车，人员下车。没事，解决了，可以继续走。好，吧，收回，命令，上车。有一班打在前面，那是走的。好，车队前进。稍微绕一下。一下，我们目标现在会在我们的西南侧。隔很多层树了。等一下，如果到欧洲的话，然后他们放下车之后，往左边道路推进，确保那个路口是安全的。慢慢跟在驾驶后面。炮兵在吗？不，那个炮兵在吗？有插手。好，有趣的跳舞。好，全员下车。那个装甲，你们现在正前方道路没有敌方单位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准备目视。小队三开，确保左侧路口是安全。小老那队右侧，然后小赖那队左侧。东南侧重机枪，敌军东南侧。装甲车往。东南移动这条道路。那敌方天雾林解决了。到时候往战车往东南移动，上道路。往他们那边。滚。这一次 Hunter IR 回报，那个发现城镇内有敌军战车，我现在立即做标记。大家回报，这边没有人。战车不要超过。你标记 Tank One 一辆战车 T 系列的，但无法确认型号。精确标。超收。这些建筑物都是可以打开的，要小心。甲车一张，南边。坦克车，敌坦克车的炮口对准我们这个方向了，请注意。他说：“这个你没有回报给战车组哦。”
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在说那个目标区有一辆 T 系列的那个战车炮口对准我们这个方向。我知道，我343148我都有听到。哎，那我的小队就跟在后面，车子可以丢出去。车厢以东，车厢以东，底部兵靠近。对，那个枪榴弹。东北面有枪榴弹跟 AT 啊。不过你该换位置了。不，好。不，走。好，战车稍微往前。帮中甲前，帮中甲，步兵后队。小赖，你来帮我一下。那个左侧，左侧那边有地方，刚刚有开有大门。那左侧是哪里？可以让小队远离那个坦克，我们从到可能在森林里面。我们没有目视，我们夹在两栋房子中间。知道，我在说小赖，你们不用管，看到了就好。那小赖，我们小赖出先往。那边那一侧的丛林移动，稍你们看一下，没有，如果没有敌人就过来了。直接往前开到那个弯角，等一下，我的驾驶员没反应。往前，往前。我刚刚看一下，目前没什么威胁，只是。是怕在建筑里面伸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站起来，然后朝我们杀敌，其实啊，也一半。马修跟雷，你们还好吧？他们在我们北侧，应该在你的西北面的那个树林中。OK， 我们目前的坐标是074400。到时候啊，你们要的话可以往前了，他们已经推到快到目标区了。有，只是在站高位跟着推而已。马修嘞，我跟在这么屁股。OK。
北方接敌哦。对，这样 Mark 一个托式在 UW 点屋顶上，确认到了，现在标记，确认红色位置托式，上面还有零星步兵在顶楼，不过该位置对于我们来说是射击死角。好，蓝光往前，走吧。射击来源吗？那我跟你说，你死。没事没事，我先。Tank，请说。Tank 这里装甲，我们请求倒车到十几也好的位置，而且我们在楼底下的话，车被打中。到哪？就是往后开一点，也不会多远。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待的地方，就是刚才那个你叫我们往前那个转弯处。那可能这样你会自己离开在那边的。那还好，那小事。我不会脱离你们视野太远。你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要叫步兵往前推了，等下可能前面会有就要支援的。好吧。不要了。看一下地图，我有没有那个你的一个 KO 的点？麻烦你小队先移过去。那边攻完好。安全哦。OK。Tank， 我们也从左侧道路往前吗？可以。那过马路的时候注意一下，那个看什么地方装甲。好，收。那我们就是从左侧道路，因为没有掩体，我们就慢慢往前啊。然后如果有遭遇到敌人的话，回报，然后就是撤到建筑物后面。对。收收。Tank 哦，你进入那个建筑物。到时候，进建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那个内侧了？内侧，你说东方吗？对，东南。看到这个焦点。东南方，你们是不是就看得到了？在墙身。对。目前只能看到东方的道路而已。OK， 没关系。南方还有一栋建筑。
看得到吗？你进来，你进来。我们在找，我们在找火光，我们在探，我们在探。伤亡目前在医疗中。OK。找你啊。
那个我们需要往左肃清吗？确认，就开始往左肃清。好，收到。先主要肃清那个目标区那两栋。好。那个二万点，我在二万点待命。确认。幺幺，你们现在在屋顶对不对？啊。对。广场下面有敌方坦克吗？小赖，我们目前在直接进入到目标建筑物哦，我在建筑物区里面。到时候那麻烦你的小队开始回到一楼集合。小队的小队可以准备往下。对啊。进。哈哈雷打中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在啊，等我一下。降五降。雷降还在，刚有五千点。各小队注意好。只是我刚刚稍微被打到了。你有受伤吗，猫熊？猫熊，你有空吗？在。先趴，先趴，先趴。有没有？还可以，我们还在中心地的。稍等。需要治疗是不是？对，我需要治疗。可以啊，各包十秒。这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西方的小屋出兵完毕了，我们继续往下推。不跟你好了。好，感谢。欸，敌人刚刚从我们的左手边打过来的。我刚刚看那个在我们东侧，对，在我们东南侧的建筑后面有一个篮球场，他们大概从那边过来。哎、欸、，OK， 好，先到。看不到。先爬到正东，正东，正东，正东远距离。OK。干掉一个。哎呀，雷倒了，雷倒了。你跟我讲，雷活着。他刚刚之前在跟我讲无线电啊，我先爆他的头，致命性失血。他就是活无线电那个讲到一半，他突然断掉，断了是致命性失血，要先送血。我先爆，我先爆。小赖注意好 ，Kilo 那一队会前往那个南边那一个目标区。我现在在瞎回，我会中弹。我刚以为他是正常回报。两秒前我还听到无线电在讲话。OK， 头包好了，头包好了。快 ，OK。肖，你说完之后把他拖到掩体后面，我先离这边远一点。在Southwest有那个敌机炮，因为是没事了。在西南，在目标区的西南，但是没有看到。大概部署在医院的位置吧。确认，小车正在移动。
确认到目标了，确认到目标了，他正在朝我们方向开过来，现在标记。黑色黑色箭头北点，那个 Kalolo 标记的黑色箭头北，敌军在这靠近中。确认机会，重复一次确认机会。对于虾兵然后雷就倒在地上。哎，敌人东侧建筑物顶楼，这要稳定。什么叫虾兵干啊？就他活着呢。是错兵哦。建筑物顶楼东侧有一个头冒出来在顶楼。天哥，你还在吗？我还在，我在。把那个小王八蛋炸成碎片。OK， 好，你好。对。有确认了，有确认了。本来要揍上面的家伙，然后底下人就冒出来。阿小可以帮我配合一下。小爱，你们请启动了。还在第一栋，其他楼层的高，啊，好像是敌人。西南侧有敌人。哎，三个方向主战坦克。刚刚那个装甲车的位置。三个方向主战坦克。刚刚那装甲车的位置。射击爆炸的那个位置有敌人，没有，东北方没有人过去清过啊。我都站在后面，这样子大家看到我还是中弹。小赖倒地，小赖倒地。
你在干嘛吗？我要过去拉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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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就看到他一直会说，会手机讯息。啊！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同样位置，同样位置。跟我说，瞄到没办法瞄准。对，别有小弟，我们今天肃清南方的禁毒区。好。对啊，你们那个。你们左侧第二栋有一个敌人上去了，知道？靠背啦，老子都没清干净啦。不到了，有在附近，有脉搏，有心，有血压。怎样？但不要高，我给他一针进攻就好，心肝就好。对，回来。感谢感谢。雷，我们的人好像根本就没有过去那边清啊，都没在清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最北边的那一栋目前还没有派小队去清理过。我知道，那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他们在清那几栋，为什么还有子弹打过来？哦，那就见鬼啦。对啊。我刚才在瞄东北面那条，东北方还有东北方顶楼，东北方顶楼。你说那个跟哭出来的 RPG 吗？那不是，哦，不是，是 RPG， 看错，那是门把。一楼边有空吗？有，啊，有车卡。哈，然后都不用我跳机了。OK， 送了。这样，什么都没看到。OK， 我把门炸成碎片。好，可以炸成碎片哦。好，我看到两只手掉下去了。OK， 好，我确定他们死了。真的？没有，我有装那个断肢模组啊，他打到一半，那个敌人会被我肢解。我相信他至少手断掉，应该武器就拿不起来。所以我刚看我们这个那边那一栋的一楼有人跑进去，敌军吗？对，敌军，他一楼跑进去了。哎，枪声来自东南侧树林内。跟你们的炮手讲一下，那个东南有地方步兵在那个树林里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们的履带，我们视角看不到。哎，维修左侧履带。这一次女仆汇报，东北侧出现那个红色烟雾，在一楼里面。
等下被蒸发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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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防卫屋顶方位是260，离开窗户，离开窗户，在往280到300之间。在移动中，他往那个医院那边移动。嗯，你要我往哪里打？等我一下、哦。你不用 BTR 90。80没有准。他往哪里移动？向北。打烟雾吗？他在往我们这个方位移动，往这个方位移动。从哪一个方向来？连 QF 来自西面，连 QF 来自西面。你要我，那马雪，你要我打在哪一个位置？打在那个军社大楼的前面的那个。收到，收到，这里发。军社大楼前面的那个。从哪个方向往我们这个方向移动？西边，西边。西侧来自办公大楼，射了一发绿色烟雾，敌军从那个方向靠近。150，哎，目标是出清的，那个 Kilo 跟小赖，你们两个小队可以下楼，然后往那个西边的那个。要稳住，黑色全杀，一二四，他说往移动，拜拜。跟着一二四由西向东移动。哦，我好准哦，命中了。射圈差有，游戏向东移动中，命中。啊，这是 KO 小队，现在不行。掉一个。